因为我不喜欢这首歌，所以不想让它播出来。好，等一下会是这个。好，那我们就开始。如果等一下有其他的朋友进来啊，我们就让他们做摇滚区这样子。对，然后你们是看台区这样。好，然后来这边听讲座啊，我们会 cue 大家讲话。好，所以先跟大家说，那请你不用担心啊，我们就是很轻松来分享一下，我知道的事情，然后分享给大家知道。那如果你们有什么经验，也可以跟其他的朋友分享。好，所以今天来听是没有压力的，但是我有压力，就是我要把它讲好这样子。好，那刚刚有讲说书店的老板是张正嘛，好好。然后张正上次跟我讲这个讲座的时候啊，他告诉我说，其实灿烂时光比较少办旅游为主题的讲座，对，因为希望让大家认识东南亚或相关的议题，所以比较是讨论议题的讲座会比较多办。那旅行通常啦，就是大家都想到要吃喝玩乐，好，所以在这间书店基本上呢很奇妙啊，来说可以吃东西，但是讨论东西就不希望是吃喝玩乐。好，可是我就被赋予一个重责大任，就是要讨论东南亚的旅行，但是不要吃喝玩乐。好，这个是我接受的那个邀请的东西是这样。好，所以我想来想去啊，我就想了这个题目叫做背着文化背包去旅行。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解释哦，我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概念。那我这几年如果有机会分享，我都会跟大家介绍这个概念。我觉得这个概念对我来讲是一个旅行的体会，也是工作上的体会。好，所以我希望把这个东西分享给大家。那到东南亚旅行啊，已经是非常多人很常去的经验了，所以等一下大家也可以轮流就是介绍一下，分享一下你自己的经验。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好，来，在我第一次出国旅行的时候啊，等一下我有整理一张记录表。好，在我第一次出国之前啊，甚至是可以再说我大概28岁之前，我如果看到这一张图啊，没有下面的那些英文字，我其实是猜不出来说，哎，这是哪一个国家。好，那这代表什么呢？第一就是我甚至连那个ASEAN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好，那这代表第一件事情，就是第一，我从小到大东南亚对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好，这很简单，因为我小时候的教育并没有告诉我东南亚是什么啊，我的历史课本里面有的是大中华以及一点点台湾史这样子。好，所以对我来说 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那我是在念大学的时候才开始稍微接触到一点东南亚，后来出来工作之后比较有机会哦，包含旅行啦，包含工作上面接触的人，所以开始慢慢的认识这些人。所以现在如果来看这个啊，我就可以知道很多细节的部分，然后还可以跟大家讲一些这些国家服饰的差别哈。好，所以这边10个东协国家，好，好认吗？那我以前有一次去演讲啊，我就放这张图，然后呢就有一位马来西亚的同学，他非常义正言辞的告诉我说，老师，这一张他下面写新加坡他写错了，这一张应该写马来西亚，其实很像，对不对？好，因为他们身上的衣服是 batik， 就是热染服，就是我身上穿的这种衣服。好，后来呢，我就觉得你讲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们是同样的文化，共享同样的文化，所以我回去呢就 Google， 后来呢我终于知道到底是哪边出贼了。好，如果是马来西亚人的女生穿这种的 batik 同样的款式，它会有一个差别是它的领是 V 领，是尖的。好，但是新加坡的是做圆领的，这是我知道最大的差别啊，就是这一种款式的衣服。好，所以后来我就觉得，好，你讲的也对，但是呢，也有讲不对的地方。好，然后再来第二个呢，有一次也是分享东南亚的事情，那就有一位印尼的新住民妈妈，她就跟我讲说，老师，上面那一张图是错的，印尼那一张。好，
那你觉得错在哪里啊？我就跟他说，其实那是对的啊，怎么会错？这个看起来应该是巴厘岛人吧。好，然后为什么他说错呢？那理由很简单，他是嘛印尼的华人，所以他就说，老师，那一张图呢只是一个小岛上面的那些人而已，并不代表我啊。而且我们那个岛上还有爪哇人啊，还有逊他族啊，很多很多不同的族群。好，所以我每一次出来分享啊，听众给我一些回馈啊，那就会让我更知道说他们是怎么看这样子的图片的。好，所以就是慢慢慢慢的，我就会越来越知道这个图它所代表背后的文化意涵，现在就比较看得出来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哦。好，那我现在是在学校里面当辅导老师。好，那我自己有一个小小的外号啦，我自己觉得我是那个神奇宝贝训练师。好，为什么是训练师呢？因为学校的小孩如果比较情绪需要多练习控制的，人际关系需要多练习，怎么跟别人交朋友的，通常都会送到我这边来。好，所以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训练师这样子。那也因为做辅导的关系，我会遇到很多不同文化背景的家长。那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去旅行的经验对我来说是一种帮助，正向的帮助，帮助我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人，他有不同的生活形态跟样貌的时候，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哦啊，就是这样啊，世界上就是有这样的人，就是有人有这种想法，就是有人会觉得小孩子不一定要来上学啊，就是有人会觉得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那个是旅行给我的帮助。那我过去的大概将近十年都是在做辅导工作。好，那十年之前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工作是在赛珍珠基金会。好，那个地方是专门在帮助混血儿以及新住民家庭的单位。那我在那边工作了一年半，那一年半是一个很重要的缘分啦，就是开启我去大量的接触东南亚的移民、东南亚的家庭在台湾的这个缘分，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好，那也因为这样啊，所以你会看到说我自己本身，我觉得我的背景、我的兴趣是非常广的。我大学念的是跟心理学有关，然后念了教育，后来又念了社会学，又念了东南亚所。那这一些东西呢，现在我在学校里面服务，所以这些东西造就了我看事情的角度会非常的不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好，然后过去我也曾经帮出版社写过泰语的扑克牌。好，这个很简单啦，就是找几个句子而已。如果你学过一点点泰文，你也可以做得到。好，那这个我有捐，好像一套两套吧，在楼下，等一下大家可以去找找看。那我觉得有一次我看到脸书上有一篇 po 文蛮好玩的，有一个台湾的客人，我不认识他，他到了台湾人开的曼谷的民宿去玩，然后他就带了左边这一副，那上面我列了很多景点，其实都只是曼谷而已。好，然后他就抽那一张景点，就想说好，那我今天早上就去这个景点，再抽一张下午就去那个景点。然后没想到我的扑克牌还可以这样子用，还蛮好玩的。好，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过去也曾经跟一位西班牙语老师合作写过一些西班牙语的学习书籍。好，所以我觉得我的兴趣还蛮广的啊，就是又辅导又諮商，然后又是语言学习。好，然后又是自助旅行各方面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要开拓不同的东西嘛。好，不过啊，在开始之前啊，我跟大家讲说，第一个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第一次旅行的经验是在什么时候。那以我来讲啊，我觉得我在25岁之前呢，旅行这件事情其实我是没有在我的脑海当中，也没有在我的生命当中有过这个念头的。好，那这个东西很简单，因为我成长的环境是一个劳工阶级的家庭，所以爸爸妈妈呢放假基本上以前嘛，就是礼拜六还要上班半天，上课半天的时候，那礼拜天通常就是在家里休息。那我住在高雄，所以最远最远啊，可能更小的时候我们会去越世界啊，或者是去旗津啊，都是爸妈骑着摩托车载我们去。所以除此之外，好，我并没有任何出国旅行的想法。
啊，因为身边没有人这么做，我成长的环境没有人这么做。好，那二十五岁那年呢，发生了什么事呢？我开始出来工作，开始赚钱。好，那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哎，你要不要利用寒假出国去旅行啊？好，所以呢，我那时候就觉得啊，也 OK 啊，但是我从来没去过，要去哪里的？好，所有的朋友就说好，那去泰国啊，我去过，啊，就是2005年的时候，好，去泰国，好，然后呢，那时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就有一个背包客的，框框在身上，我跟朋友就讨论说，哎，我们到底是要用包包还是要用行李箱？然后我朋友以前他就是背包客。所以他就告诉我啊，当然是用包包啊。好，所以我就特地呢去找了一个我有的最大的包包，就开始整理行李。好，我还记得印象很深刻，背在身上还蛮沉重的。然后那个包哦，看起来就是非常的肥大，非常的重。好，然后从那是第一次之后，我再也没有带过那么多行李了。好，所以之前哦有那次经验之后回来啊，就会被朋友取笑说，哎，你以前的东西啊，怎么带那么多？好，怎么那么好笑这样子？好，请大家随意坐。好，所以呢，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旅行啊，就是从曼谷一直往上玩，玩到清迈这一条路线，就是一路上就是搭，基本上都是搭客运或者是搭火车玩上去的。好，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这条路线，应该是蛮经典的路线。好，那对我来讲，我有一个很特殊的能力啊，就是我去过的地方我就会记起来，然后我还可以告诉你那个路线怎么走。好，因为你自己去做计划嘛，你就会知道说你走过的路线。好，那后来啊，2005年之后停了4年没有再去旅行，是因为工作的原因。后来中间卡了，我去赛珍珠基金会工作，然后生活的变化，所以在民间单位就很难出去玩这样子。好。但是啊，二十五岁的那一年啊的那一次生活，对我来讲就开启了一个旅行的眼睛。这个眼睛它就告诉我说，哦，原来出国玩就是这样子，原来你可以这样子安排自己的旅行。好，所以以前的人就讲说，如果你出去自助，你会上瘾。好，列表哎，好，大家有听过这句话吧？类似的话，好，那我就是属于这种人。不过那一次的经验为什么会开始影响我很多？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因素在哦。好，那第一个对我来讲很大的冲击是我25岁去泰国的那一次啊，其实我是哑巴。第一个，在台湾我觉得我的英文好像不错，只是错觉，因为出了国之后啊，我就很害羞，不敢跟人家讲。好，这是2005年。再来第二，我不会泰文嘛。好，所以我也不能用泰文跟任何人沟通。好，再来第三，我会中文，但是没用啊，因为那时候的泰国根本不通，不太通中文，现在就比较好一点。好，所以呢，那时候完全都是靠我的朋友，好，帮我在旁边，问找饭店都是他，然后跟嘟嘟车司机杀价也是他。好，所以那时候我就一边觉得很好玩，但是一边呢又有一点挫折。好，那我觉得我最大的功能就是骑 motorbike， 身为高雄人，那个骑摩托车的技术是超好的，所以呢，就在Ayutthaya那边学了打挡车，立刻学就立刻骑。好，那是我觉得我最大的功能，所以我大概有3-4个小镇，我们都有租摩托车来玩。好，那一次呢，在回来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哦。好，那时候还没有新的泰国的曼谷的那个机场，还没有那个苏曼纳普。还是拉曼机场，然后我们是在考山路，就是背包客街啦，就是靠伞那边。好，那在那边呢，跟一个旅行社订了那个面包车 van 那种小巴，好，几人坐的，好，一个人大概收个150泰铢，就从那边送你到拉曼机场去。好，然后呢，我想要在飞机场的时候避免自己买到，我就想说路边的20块、30块泰铢的帕台很不错，我就外带嘛，我想要外带，跑去买。买回来之后呢，再等10分钟，车子还是没来，我就跑进去问旅行社，结果旅行社的一个女的职员告诉我说：“哈，你还没走，
我们的车子已经发车了。好，然后那时候我就吓到了，好，想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怎么没叫我？后来呢，那一个小姐她就一直用英文跟我们解释说，基本上车子有来，我其实是有站在那边喊，但是你没有过来，然后车子就走了，这个叫做你是 no show 嘛。我就想说，我的天哪、啊，好，第一次出国，然后不太会随机应变，所以我就跟我朋友两个人就有一点点不爽，就开始想要跟那个女生吵架。我觉得好，车子走那就算了，那至少我把150拿回来好了，因为我根本没坐到车嘛。好，结果呢，那小姐呢坚持不退钱。好，那时候呢，就有一个好玩的事情发生了，就是跟性别有关的议题。那一个小姐是一个泰国女生，然后旁边呢，你知道考山路有很多各国的人士，有男有女，都是年轻人的。就一个很年轻的白人先生，我不知道他几岁，但就是年轻人，可能跟我一样或比我还小，他就跳出来要保护那个女生，他就说：“你们两个男生不要欺负一个女生。”好，你要钱吗？没关系，我拿300块，我帮他还。然后我心里面的 OS 是说：“你为什么要来这边搅局？这是我们之间这生意上面的事情。然后为什么你要英雄救美跳进来这样子？”好，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有趣的冲击啦。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你也会看到那种性别上面的差异，还有洋人，好，在泰国就是讲法郎洋人。跟当地的女性她们之间的互动有一些很有趣很微妙的东西。好，然后事后我就叫了一台计程车啊，钱我就不想拿了，因为那个小姐使出杀手锏，她就说如果你们再不走我就要叫警察。然后我就想说，我都玩到最后一天了，你居然叫警察，那我当然是就溜了嘛。好有点俗啊这样子。好，重点是那时候不会沟通，我连要跟她用英文闲眉都骂不出来。对，然后我心里面话全部都是台语的脏话，这样都在这边烧，然后完全吐不出来那个英文的东西。好，所以那一次其实蛮挫折的。好，那再来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是开启了我一个小小的视窗，让我知道说，哎，或许啊，我回到台湾有机会，我可能可以学泰文。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是因为那时候住在考山路，好，那时候我根本没有去到别的地方，所以我对曼谷不太了解，都是依赖朋友。那我们就从外府回来了，好像是从清迈搭夜车回来，总之我们还是要回到考山路，然后就在那边问路。那路边的年轻妹妹听了我就用很烂的英文，因为我不太敢讲，我就说 Where is Khaosan Road， 或是说我要去 Khaosan Road， 要坐哪一台公车这样子。好，然后我就用 Khaosan Road， 然后我问一问，对方就笑笑的，然后换我朋友问，好，我们换了年轻的小姐，然后上班族还有阿嬷，就是试过不同年龄层，大概两三组，他们都不会回答。突然呢，我灵机一动，我就跟我朋友说，我觉得我们好像用错误的方式跟人家沟通哎。我记得我们 check in 的时候啊，那个柜台的小姐是说 Khaosan Road， Khaosan Road， 不是 Khaosan Road， 不一样嘛，不一样，就是那个音调不一样。后来我就用 Khaosan Road 去跟泰国人沟通，突然呢，那个年轻的妹妹就哦。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我可能有一点点天赋是可以学泰文这样子。好，这、就是我对于我来说啊一个很有趣的经验。好，然后还有第三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很大的冲击，但是呢，这件事情我是等到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比较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待这个事情。好，在泰国，性产业非常的发达。好，那可是我第一次我没有去到Pattaya。没有，然后在曼谷有一些红灯区，那时候我也没有特别去看。好，重点是呢，我离开了曼谷之后往中部走，好，到了那个 Pisan New Lok 同事洛府，还有 Sukhothai， 还有 Gampangpet， 大概是中部的时候，有一次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饭店要 check in。 好，我跟我的朋友两个人要 check in， 那我的护照是台湾护照，然后我朋友不是，他不是台湾人，所以他是另外一个国家的护照。好，
那我们两个人呢，在登记的时候，那时候比较乡下的地方不严谨，所以他不会看你护照，比较乡下的地方。然后我们找好了房之后就登记，突然那个小姐，抬头一看我，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讲话，我单纯只是因为我害羞不会沟通，第一次出国很害羞，英文觉得讲不好，就靠我的朋友沟通。然后这个小姐就要求要看我的护照，但是她没有要求看我的朋友的护照。好，然后我觉得很奇怪，可是我还是给她了。好，这个是应该是在彭斯洛夫。后来呢，离开了之后到苏克泰，也是住在那个地方。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那个民宿的那个 reception 的小姐啊，她看我的眼神是这样，然后从头扫描到尾之后再扫一下我的朋友，然后她要求我要拿护照，但是没有要求我的朋友。好，各位你们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吗？她原因是工作中，她真是我不知道怎么讲，你真是了解。好，我后来才意会过来啦，后来那时候完全不懂，不太懂这些东西。后来我的可能是到清迈之后啊，就是跟朋友聊天聊了聊，然后就看街上的行人啊，因为清迈你就看得到有一些白人的伯伯啊，他身边会跟着年轻的泰国小姐嘛，然后你知道大家嘴都很坏嘛，就会说啊，那种女生就是怎么也会有人买。好，就觉得我嘴很坏这样子，因为审美观不一样。好，然后后来呢，我就想说，哎，这件事情很好玩。突然呢，灵机一动，登我为什么会被要求在两个地方被看护照啊？我终于知道了，原来呢，我是被认为说我就是那个可能不知道从哪个地方被买来，然后跟着犹太国的那个 money boy 或者是 go go boy 之类的。好，然后当时想到的时候呢，第一个反应是觉得不爽，年轻不懂事就觉得不爽。不爽的原因是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觉得我是那种人呢？然后心里面有一丝丝不太好的感觉。但是呢，我朋友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就说那代表你还有姿色啊。好，然后这个东西呢是第一次出国之后发生的事情。好，那我觉得是在隔了几年之后，我的想法改变了之后，现在的我啊，如果再碰到同样的事情啊，包含说被误认为是你可能是东南亚人，包含同样的事情如果再发生，现在的我就会很开心的说，哦，是啊，你觉得我是哪一国人，或者是啊，你觉得我一晚可以卖多少钱。对，因为我觉得那个心态上面的想法有开始有转变，有一些弹性在。好，那后来呢，隔了几年之后，2009年去到了泰国，那时候只是单纯的想要去玩，又想要省钱。好，所以呢，跟东南亚的缘分也是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钱啊。好，所以呢，又去了泰国。好，那这次去的泰国是吴邦拉前台尼西萨给，这个地方在泰国的东北，就是曼谷在这边东北，就这一块，它的上面是 Lao， 下面是 Cambodia。 好，那个地方呢，我想去的原因很简单，就是那时候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了从泰国东北来的新住民妈妈，然后我也知道台湾有很多外劳都是从东北来的，所以那时候我的想法很简单，我想去看一下他的家乡到底长怎样。所以我就选了吴邦拉奇坦尼跟 Sisaket。 好，那因为是寒假去，所以就时间比较短，就是只排了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到处跑。好，我还记得飞机呢，从曼谷起飞坐国内线，要飞到吴邦拉奇坦尼的时候，那个过程当中呢，气流不稳定，好，其实那是常态，但是呢，飞机就开始摇，我心里就想说，我的妈呀，我根本还没去到东北府，难道我就要掉下去了吗？好，后来呢，飞机快要降落的时候，从窗子往下看，所有的地方都是黄沙一片，看不到很多绿色的树，我也看不到什么建筑物。好，那时候我第一个想法是，难怪这边的人要出来工作，因为这边好像很难生活，看那个样子就是种东西可能也很难种。果然我读到的资料都是对的，
说什么东北很穷啊，一年农作只能一次啊，哇啦哇啦很多东西，就在开始在我心里面冒出来。好，后来呢，我进到吴波乱小台里之后，才发现，飞机上看的跟实际上进去看的其实是两件事情。因为我进到吴波乱小台里的市中心啊，它就是一个小镇，很像台湾的，比如说你到了台东某一个。那它即使是再小，它还是有一些满足生活机能的各式各样的商店，车子还是很多啊。好，所以这件事情又打破了我自己的一些刻板印象。好，那后来呢？2009年之后，有了这两次的经验，我就想说，我不能再留在泰国了，我应该要换别的国家。好，所以你看，我2010年去了柬埔寨，后来又去了越南。好，那去柬埔寨的时候，其实蛮紧张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你觉得那个地方很落后啊，然后 你很害怕会被海关索贿，你有很多担心的事情在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问号。好，可是实际上当我进去之后啊，我却发现说我原来我那些担心都只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好，我在金边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在那个检查护照的地方，要离开应该是海关了，就有一个政府的官员穿着制服，他就看了我的护照，他就问我说：“你是做什么工作的？”好，那时候已经是第三次出国了，所以就比较敢跟他讲话。然后我就说：“我是一个老师。”然后我心里面的 OS 是说：“惨了惨了，他问我职业，意思是会造价嘛？老师多少钱？然后什么多少钱？什么多少钱？”然后你看，这是我心里面的想法，就这样冒出来。结果呢，这一位官员他就告诉我说：“哦，老师哎，老师的工作哦很重要哦，你要好好教你的学生，欢迎来柬埔寨。”就把护照还我了。好，这件事情又教了我一次，叫做你不要以为这样的人就是坏人，你不要以为他多问你一句话就是坏人。好，又打破了我一次刻板印象。后来呢，从柬埔寨玩完之后，那一年就想说，那我有比较长的时间，我就去越南吧。好，去越南之前呢，做了功课。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从河内进去，一路玩到胡志明市再出来。好，那就一路这样玩，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其实蛮赶的。中间还有一些小点都被我删掉了。好，在出发之前呢，我做了基本的功课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去问我身边的新住民妈妈，因为我认识太多越南人了。好，然后我就开口问她说：“哎，某某某，我打算7、8月我要去你们国家玩，然后你觉得怎么样？”她就开始问我说：“老师，你跟团吗？”“嗯，没有啊，我自己去。”“什么？你自己去？你要去哪里？”“哦，我打算从河内进去玩到胡志明市。”好，你猜他的反应是什么？好，他说：“老师，我们家在越南胡志明市在南边的乡下嘛，所以你要问我河内有什么好玩，我不知道。你要问我中越有什么好玩，我不知道。”好，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他告诉我说：“哎，我们越南吼，即使我回家，我要去别的地方玩，也都是要有家人开车，或者我们要参加那个当地的旅行团，我才敢去。”然后他就告诉我说：“你千万要小心。”好，然后他就开始告诉我好多好多事情了，包含他带台湾的亲戚回去玩，坐船、坐公车，然后手伸着抓着那个公车的杆这样子哈，然后一不注意，我的表不见了。我想说我的妈呀，然后去坐船啊，一上船一下船，然后一不留神一不注意，哎，钱包就不见了。我就想说天啊，这越南怎么会这么危险。好，总之呢，我觉得很好玩的事情是我要得到的是有用的旅行的那个 tips， 对不对？好，我完全得不到，然后我得到的东西叫做你要注意安全。对，然后我就问他说：“啊，那越南那么危险哦。”好，我就故意问他：“那我去过柬埔寨，应该去越南比较好吧？”这时候你猜那个我问的越南妈妈怎么回答我？他说：“吼，
越南听说啊，柬埔寨听说比我们越南更惨，所以我觉得你去过那边哈，再去我们越南应该会好一点。好，这边我就得到了很多很多很有趣的讯息。第一，每一个人永远都会觉得一个你陌生的地方是危险的，即使他们是邻国也是。再来，第二，我可能假设我去问很多东西是这些越南妈妈可能会知道的，其实我得不到。啊，原因很简单，她从小到大在湄公河流域的那个小镇长大，来台湾了，所以她没有出国旅行的概念。好，就有点像你可能是在台湾某个地方长大，然后等到你长大之后你就出国去，别人就问你说，请问我要环岛该怎么环，这时候你回答不出来，是一样的概念。好，所以这边又让我有多了一个打破自己的刻板印象，就是说你是越南人你应该是越南事，好像不一定。好，可是呢这个东西我也不会去怪他，因为原因是我知道这些人他的成长经验。